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刚开始录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。 上身要立起来支撑啊，不能趴着往前。再来一个，抓得不错。注意头抬起来，头抬起来，腿蹬向上，走。腿要起，腿要先起，你腿起的不够。静伟，腿要先起，腿要先起啊，不能是，一定要向上，不能往后。走。你看，二、三，手臂放松式。 五耸肩大臂跟六，起，哎，大臂，走，对。
up.腿蹬，蹬，腿蹬，下，出，哎，再打开，好，这背要收紧，好，再来，第三个了，要站起来了啊，蹬，下，出，起，站直，半蹲，好，半蹲来一个，起，站直，膝盖打开，下，膝盖打开，哎，对了，站直，来，小臂拉高，耸肩提。 腿带，来，背松了你呀、啊！小平注意，要背憋紧，腿蹬向上啊，头抬起来，背。 头抬起来，手臂半收，腿蹬啊，杠铃贴身拉，出肘快，走，来嘞，站好，下蹲一个，非常棒，腰不能松，宝贝，来，再来一个，背收紧，提气，手握住杠铃，来嘞，站好嘞，站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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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，来，再来一个。 直接下，哎呀，不要蹬啊！对，站好，起，架子收紧的下，站起来，来一个，两个耸肩提，来，站好，下。 下，来85，起，很好，翻杠没问题，压着向上，一压着，稳稳的，两个不着急，腿蹬，二一二下，压住的。 站好，站直，前腿收，下，摆起来，腿蹬收，要快啊，走，对，刚刚的不是问题啊，关键在于上体啊，先放好，首先放好，起来，对。 向上啦，腿蹬上啦，来，站好，下蹲一个，站直，立起来，来，站好。